好，欢迎回到第七集的 GTA 3。好，我们就继续那个拯救我们的那个日本黑帮吧。我连自己都还没拯救到，之后谁来拯救我？好，先去帮明日香把这种那么刻苦的人生提问，就交给了后续克劳德自己自问自答解决吧。我看他一辈子都在卡在这个循环。等下解完明日香小姐的任务后，去解解看那个绿色的那个电话筒任务看看，不过那好像都是支线啊，反正姐姐然后觉得太狗屁，可以去找他哥嘛 ，King 沮丧，应该是这样，不知道，肃清偷窥狂。A reporter has been nosing around. 也是会讲话的。Marie and I have taken a little holiday together until you can get rid of this perverted voyeur. He's probably out in the bay as you read this. Steal a police boat and sink his career.你们挑错侦查对象，你们应该针对克劳德吧？克劳德就住在那个电梯里面而已。哎，偷窥狂，按 F 哦，之后是那个啊，差点就死了。我猜是他站在船上，然后那个跟他打架，对不对？听说你偷看我们小妞啊，哈，装作是警察的样子，其实是大坏蛋。上面有人吗？我画面好死哇！克劳德讲话了，我输给了物理引擎，我也输给了键盘嘛。哦，好，回来了。等一下，我没有枪，怎么对付偷窥狂？好，试试看。我们不一定什么都要用枪解决嘛。雅库扎都是用拳头的，不用枪。好好，乱讲。哦，原来船上没人啊，真是吓死我了。我的发，好可爱啊，跌倒了。为什么他是红红的？肯错穿炮，哇，这么帅啊！还刚红红害我以为要射他、欸。我们要追前面那一台吧。Let's go！ 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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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咚咚咚咚咚咚。Reloading！ 啊，嘣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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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嘣。我们一直压着左键就好了。看来真的是不一定要我去用枪解决啦。像我们的官方配给那个武器给我。耶，一万块，好好赚哦。虽然给的比里昂老大还少，但是知足的快乐吗？我来找你的明日香，虽然上一集故意吧，不小心忘掉你的名字，我现在想起来了，你的名字是三叶啊，好尴尬，讲这个好尴尬的笑话啊，发型日。Maria is all tied up at the moment. 啊，换他爱上我。Suka。It's time you met our man inside the LPD.我们的线人，他们的人真的很。他人员配给真的很充足，哎，都有安排好，不像上个帮派。然后讲过再讲一次，都要克劳德自己想，太坏了。他没有说是哪里的 telephone 呢，然后随便找一个。然后就是诈骗电话，哈哈，跟着电话亭跑啊！其他告诉我电话亭在哪了。只是我才刚来这个城市，怎么就知道这些地方？会不会等下接电话然后被狙击？嘣！你已经被搞了，你又被玛利亚搞了。啊！这边是怎样？我被骗下去了！快点告诉我详情！我要快点结任务！我要当谋杀犯。自由城大学，这游戏竟然有学生，真太残酷了！在他们那个上学途中，随时都有可能被克劳德撞死。要说他们随时都有可能被三合会射死，因为三合会，我看基本上看到人就射。哇，这什么大学啊？怎么大家衣服都要穿一样啊？是什么？怎么会有大妈？那教授都长一样？啊，他有帮我加时间啊，还蛮不错的。别在旁边帮那个撞死人祈祷，他是不会回来的，他是那个无辜大学生而已啊。国家会帮忙理赔，因为我是那个帮助政府的国家级罪犯，他们不能对我怎样。也许他们也没有记住我。其实我到处接电话是在那个吧，在用那个国土炼成阵，那刚好绕一个新那个炼成阵出来，用那个电线那个电波连成一条那个人体炼成阵。不要放很紧张的音乐，接下来去。
前面剩八秒来，哦，没有没有，中没事。看来Yakuza帮真都是很守时的人哦，他们都会讲固定几点到什么地方。突然想起里昂帮有多美好，虽然还是有固定的那个有那个现实人物。在哪里？你长得好像托尼哦。发型不一样的。Another bent cop. Well, it's a bent world. Just because I lost a few partners, those suckers from Internal Affairs have started snipping around. Reckon they can smell. 又要玩 GTA 5那一招了。This city is one big open sewer, but I'm gonna need some non-union help. And if you're interested, you know where to find me. 哈，我要来厕所找他。哈哈。好了，先帮腐败警察做一下任务。鸡巴冒火 ，GTA 3欢迎你。他住厕所吧，穿西装住厕所。啊，该不会之后克劳德要脱罪要靠这个人吧？我们就当污点证人，背叛我们所有待过的帮派。那这就是他最美好的结局了吧？前往雷的那个住处。好，雷是谁？等一下就会知道了。嗨，雷先生，请问你在哪里？哔不不，哇，是跑车哎、欸！然后就直接从窗外跳下来。现在这样，我要自己跑酷上去吗？爬那冷气？哼哼哼，玩错游戏了吧？还是说他是那个车库是那个电梯？还是要打摩斯密码？刚才意思是你鸡鸡很小，嗯、啊，才没有乱讲，没有被那个字母摩斯密码那边乱讲话，你有没有道德伦理啊？应该是要从屁股进吧？哦、啊，哎、欸，怎么不要突然吓人好不好 ？Jumper skill， 哎，怎么又卡住了？这些人是走路走到一半会忘记脚怎么用？啊！谁敢住这里啊？带新的帮派吧，我跟你完全没有仇，你干嘛没事射我、啊？也许我可能在电话中帮助过你，跟你们老大谈谈吧。哦，我知道了。他刚给我手榴弹嘛 ？Fuck you！ 哦，没有，我要丢进去。哦 ，shit！ 我差点把我自己炸死了。Holy shit！ 生死一念之间。哦，丢的挺不准的嘛。哦，没有，我在练炸弹跳啦。GTA 有那个炸弹跳，那个物理引擎，难怪给我这么多颗。那小朋友还小的时候都是丢石头丢窗户，现在长大都丢手榴弹到窗户。这么高啊！操，要站远一点。耶、yeah! ！我看我刚刚这样炸，也把那个建筑给炸烂了吧？哎、欸，那子弹是什么？什么雷射炮？等一下，我没东西追哦，我要死了！啊，狡猾！等一下啦，不要走！耶，警察先生来救我！哦，任务失败，我也死了。你们这些该死的黑帮，不能在那个你准备逃跑的时候，然后还顺便先报警呢、欸？你们造成警察那么多麻烦，现在又要他要自己报警，然后处理我们，你不觉得你有那个矛盾吗？你们这些坏坏的那个黑帮男性，我枪支店图示又不见了，接下来又是一条靠自己的道路。刚那个最佳解法就是，你只狂朝那个车库那边狂丢手榴弹就好了。谁不知道啊？只有你没玩过 GTA 3吧？对啊，我没玩过。Oh shit！ 你知道他给我的这些应该不叫手榴弹，应该叫涂质手榴弹。他在那个厕所拿大便搓成手榴弹。我现在来当个杀手还是不称职，因为我都要尝试两次。杀手是一次就很成功，但是我是没有接受过杀手训练的那个普通职人。好，来展现我的匠人精神。嗨 ，shit！ 哦，没准心真的是很智障的事情。还是他里面的人一直往外丢啊！其实我已经丢进去，然后他们一直丢出来。哎、欸、啊！你又知道我偷车的，妈的警察！这一次一定进。没有 ，no no no！ 对不起啦，我想要找快车。你知道什么？克劳德用力开啊！算了，干。好不容易抢到好车，克劳德都不用打破窗户就可以开车，因为他是直接徒手弄最大力把那个车门锁给弄坏。
哎、欸，拿购物袋开车啦，你不适合开车，我来开了。耶、yeah, ，真是精准了，史前无敌投球手克劳德。你怎么就死不了？警察去帮我追一下，拜托你们了。借过借过，操你妈！这天气越来越阴沉。就跟我的现在心情一样，阴晴不定。你要看 GTA 3就感觉这就是一款智障游戏。你跟另一个黑帮还没有完全接触之前，他们就在对你开枪。你们都是这样对一个平民的吗？怎么里面是警察跑出来？啊，我以为我被抓了呢。哎、欸，现在过去一定来得及。我可是开警车呢，让你先跑个十秒也不是不行的嘛。我看你是对这里的路很不熟哦。这句话先自己收着好，等下我一定撞车。Son of a bitch, son of a bitch！ 啊，我差点先翻。警察，谢谢警察，谢谢你们人民的保姆，又再次拯救了我一次。虽然你们害我十次，但那一次也 OK 啦。我回去找那个。毛炉手榴弹男，茅厕手榴弹男子。但是我想先去把武器店给找出来，但前提是我要先去记录。这游戏感觉随时都会当掉了，已经快当掉了。我先去记一下路。啊，现在没开武器店给我了，代表之后都用不到枪了吧？一根棍子就好了。难怪克劳德的那个人物艺术图都只拿一根棒子，这游戏根本用不到枪，除了那些任务给你的武器啦。我要来大便啊！真是的，一直想要来公园大便，这才像我家的感觉。哈，可以直接走进来啊！哈啊，怎么变《恶灵古堡》的画面？致敬致敬啊！应该真的是致敬呢。啊，怎么走出去才遇到，然后再走进来？独臂汉。好恶心，在厕所蹲下。啊，飞蛾、欸，自由式呢？你手已经断了吧？被自己炸断，大笨蛋。难怪现在不开武器店给我。但是我现在脑子不好使，啊，你继续大便吧。Good luck。毕竟你有年纪，那个肠胃有问题，我很清楚。克劳德越来越拽，你看他那个走路就好像，哼，武器店打折扣了，真是太棒。我要换车，谢谢你，警察先生，你当就当没看到吧，我会还的。哟吼哟吼，独臂飞蛾，难怪这个任务叫独臂男。哎呦 ，RPG 哎，那不是 RPG， 那是反坦克。啊！你怎么变成这副德性？啊，毕竟 VC 建模会比较好。反正 GTA 就他从三代都很喜欢做那个前传性质，很像学《潜龙谍影》，就《潜龙谍影》也是后几代，然后才是前传的那个剧情。好，拿我该拿的，这是赚爆了。请问上面怎么解锁？菲尔大将军，对不起啊，之前骂你很没用，你现在很有用啊，在 GTA 3里面。你已经独当一面了，滚嘞！100分，零。啊！哇，菲尔，幸好你的那个防弹衣非常有用。好，买。这时候手手变美式卡通画风，他射过来子弹都是那一个，很好笑啊，都有那个特效。有黑边，现在三枪太恐怖了。菲尔开一下吧，开一下枪吧，拜托你。我快要被那个击退，拜托你救我，我鼻子现在很痒，掩护一下嘛。哦，消防车终于来救我。消防车刚把这次给碾死了，所以我们还活着。哦，这下要开坦克车吗？哦 ，GTA 吃书哦 ，BC 面就他自己炸断手的。没有啦，其实还有一个解释的方法嘛，就那个他还不信任我们这个新人啊，不想把他的那个背景讲出来。啊，现在要钱哦。怎么突然花了10亿啊？
那、啊、真是上不了车。哎、欸，消防队不能这样偷懒，你们滥用资源，我肯定告。看消防车会来，是因为他们刚刚丢燃烧弹没丢到，然后烧到自己。那些帮派都很聪明，在自己遭难之前，然后先打电话求救。好，我们再接那个吧，大变人任务，然后来接这个电话。明日香才算一个大主线吧。啊，反正这些剧情都要推进，整个剧情才可以那个嘛，一起过。我剩11滴耶，我做得到吗？财主唐纳德，金主大人，您好吗？这游戏人的脚都很大。I know a real important man in town, a soft touch with, shall we say, exotic tastes, and the money to indulge him. He's involved in a legal matter, and the prosecution has some rather embarrassing photos of him at a moor party or something. The evidence is being driven across town. 有钱人都怪怪。You are going to have to ram that car and collect each little bit of evidence as it falls out. When you've got it all, leave it in the car and torch it.We're both gonna do pretty well out of this, kid. 结果克劳德没有来过，他在跟陌生人讲话，还是他每个人来他都讲一遍。好好干，小子，好好干，小子，好好干，小子。好的，车借我。啊，怎么是你？你好有钱啊，那应该不缺这一台吧？等一下，事态紧急，不要抓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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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好人，我是好人，也是个坏人。我要另一台，这台已经不行了。哦，终于换人了啊！对不起，汤米。证据包裹已落下，我要先捡，然后再那个吧。我觉得我现在试着的有点大了，他把警车撞飞，那可以这样捡吗？可以。哦，还以为要下车捡呢。把吃人的照片给我，充满艺术气息的照片不是什么犯罪证据，快点还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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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你要抓的是他，我是秘密警察，我帮你们侦查到一个食人艺术家。我这时候警察很麻烦。车子借我，不会还，不会还。我很诚实，我很诚实，所以你一定要借我，我勒索你。干嘛？这几率性哦，10%会撞一本书出来。这警察真的很聪明，会逼车。哎，他们车怎么感觉比我压的还用力？那方向盘转到底，然后那个都直接把我干到转不了弯。那台卡车才是神车吧，都撞不坏。因为他是捡那个证据，所以他那台车是爆不了了。最后一个了。炸毁这辆车，以销毁对台湾人来福不利的照片。OK， 有钱人的嗜好我永远不会懂的，所以我要把你丢到大海里埋葬了。算了，我身上刚好有那个便利手榴弹，去吧。但车还没爆，先不要杀我，拜托。没事，没事，没事，问题不大，一切都解决了。妈，死老人给我下车！你刚刚说的是什么？好，接通那个绿色电话，但是前提是我要先记录。哇，任务越来越多哦，真是太忙了，那个行程都排得很满。如果这时候有人打电话过来，我一定会很生气。哇，武器店呢？好久不见，你好，都不标出来是怎样啦？还是菲尔那个、啊，把我雷达上的那个武器店给弄消失之后，只能去找他，很有心机嘛。这该死的独臂怪客！你先骗我说你的手是在那个打仗的时候被炸掉了，明明就是你自己炸的。啊，其实是我那个记忆混乱了，还是其实我才是菲尔？晚上去接电话，比较有 feel、啊。我都忘记说，我把那个动态模糊给关掉了，这样我之后截图就不会那个糊糊的，很像那个80年代很 chill 的那种风格。你看很多那种西那个欧美影片，就那个滤镜直直的，然后那个都那很旧的动画画风，像美少女战士那一种，然后放那个吸烟，要不然就喝酒的那个很 chill 的画面，就那种感觉。露点混战，那我翻坦克，蹦蹦。唐老大已经在等我了，好的。Bling bling. Then on to the next stop. If you get more checkpoints
than any other driver, I can have me a little work for you. 找你干些事，像是那个嘛，做我老婆有空的时候可以给你玩玩，人真好。My baby， 你的 baby 下去那个赢得世界冠军了，不要觉得你很亏欠。其实我很讨厌他们把他们的那个公司的那个 logo 随便挂在游戏，这样很鸟哎、欸，说真的。但那时候的想法，那时候的想法嘛，没办法。这是要干嘛？被后面追杀、啊？后面那两台是怎样？为什么是这种位置啊？哼，他总是开那种破车啊！啊上啊，第一层的城市也太有钱了吧！15个检查点 ，OK。那我要马上反应出来哪边可以去哪里，哪边可以到点。我的天哪 ！What the fuck？ 三小啦，在搞、啊、这个，这检查点是什么鬼啦？啊，算了，他们蛮智障的。他们就在路上那边吵架，一直互撞而已。其实这都没什么不好，这是让你那个记那个这个新地图的那个地点。但这里这么大，谁记得起来？不要撞我，因为我快爆了。怪你！啊，对不起，我恨你，滚啊！我逼不得，巴不得把你给炸了。哦，这是大家抢检查点吧？我猜啦。哦，原来是这样，因为大家都看得到检查点了。那种虚幻的东西大家是看得到的，难怪要开悍马车。我200%开错路了。哦，没有，我相信我自己，我是正确的。哦，这应该是看谁收集比较快吧？到底是怎样？我已经不清不楚了，脑袋要开始变奇怪了。你不要碰到了，拜托，拜托你。哎呦，烂渣男！不是哦，那都这么散，我要怎么碰？太吃运气了吧？这个，这是街机厅的游戏耶。受傻小啦，你说我看到我的名字写克劳德，然后头上还有那个黑帮那个工会是不是啊？那个工会都要打，大家一起打那个工会啊！臭名昭彰的亚裤子啊！白痴，我看到这个点，他们就要碰到那个点了。我现在是要洁癖啊！啊，反正我第一嘛，因为他们捡比较少，管他这个什么，是什么垃圾任务？哼，我再解一次，虽然他是垃圾，但是。垃圾 越吃越香，乌兹枪手，我最喜欢乌兹。脏活在家里房间就可以干。对啦，就这么屌啦，不要再传了啦，那些传说都是真的。那有人要开车来射我吗？好可爱的车，牙买哎 ，CJ， 你有 CJ 人 CJ 脸，但是你是牙买加人。布布斯比的波都嘣嘣嘣。你开车还有开枪，我们开看，你们看屁呀、啊？你们就是拿来看而已。啊，还撞一下，因为他很不爽。啊，怎么是我开？怎么我开车就算，还要我开枪？那我被陷害，那我会像教父。那个剧情一样，那后面的人会把我勒死。我发现现在克劳德真的就什么帮派都帮过哎、欸，就跟后面 GTA 一样。但这时候还是很夸张的啦，什么帮派都帮一遍，这种二五仔剧情之后再出现一次，好像就是那个吧，《碧血狂杀一》吧。其实我很不喜欢这种到处帮派的剧情，就好像觉得自己没有一个固定的。但是《碧血狂杀》我算还可以接受，因为他是为了。他的帮派就是他的家人，他的家人就是他的家庭，就是那些艾比盖尔那一些，还有他的儿子，还有那个大叔。他有路在哪、啊？这个戏怎么可以玩得这么辛苦啊？恶魔帮该是在那个吧？我要上高速公路去那个过去原本的岛。不是，他们车好烂哦，怎么开这种车啊？好慢哦！还他们原本是开跑车，为了我才在这个有四个位置，他开着四个位置过来就为了我。那也开好一点的四个位置的好车吧，前面那台也不错啊，两个位置而已，但还是有吧。计程车比你这台好，不是哦？那点在哪、啊？超烂的、欸，又回到最初的起点了。Grove Street Home， 就真的就是要开回来。哇，他们竟然会在车上讲话、啊？他妈下车开枪，在怎样哪里开枪？嘣！走开你！算了，我要洗车。好色。用胸部帮我蹭那个车子，现在等吗？
还是要我假装接电话？我叫他们来啊，我跟他们感情算蛮好的。别离开这台车啊啊！我要怎么行动？看打这些看起来很坏的人，那我要下车喽。任务失败。那我现在干嘛？等他们过来吗？现在要干嘛？我现在连中文都看不懂，是不是？还是我这边表演脱票啊？这样就会吸引到恶魔帮过来，因为这边实在是太精彩。不是，怎么在车上开枪？根本就没有这个选项嘛。哦，应该吧？没有啊。哎，这次不是我自己要下车的。好，就等。我滑我的手机哦，你们没手机滑是吧？那个克劳德年代的那些那个坏帮，你们只有 BB 扣，又大又不好用。So now what？ 好，我要去查影片了。这里的西班牙恶魔帮人已经累积够多了吧？啊，撞死他们不够啊，那我要继续找影片了。巴拉巴巴嘣嘣 ，B 巴巴巴拉嘣，巴巴巴拉嘣。现在要去哪里？开车开枪，我看着。你们看屁啊！你们什么都没帮忙。这台车很可疑耶。我要跳窗寻找问题啊，用手机找也找不到。操！为什么我玩的 GTA 问题这么多？这一路上大家都是这样走来的，你没有资格抱怨。对不起啦。哦，我知道了。哦，怎么有我配音的声音？原来是这样啊！哦，哎呀，哦，原来是这样啊！这样射哦，跟这 NPC 一样。Fuck you! Fuck you too, officer! Okay, get bus, let's out. 等一下，我们现在还要回去吗？这你特地开这么叫我开这么远，就为了射两三个，然后你就满意了？操！不要！靠腰你谁了？妈的三合位死狗，你给我滚啊！干你啊 ！What the fuck！ 他妈三合位，我他妈要你死！干你啊！你警察、啊，我照扁！操你妈！你们继续去喂你们的沙丁鱼吃饭啊！来来来，把我拉下车冲山小啦！干你啊！干 GTA 三现在真的是，在我眼中看来，真的算是很烂的一款游戏。啊没有，那是神作，绝世无双神作，不准你反驳 GTA 三，还有最经典的东西，难度。妈的三合会，行不行？来重玩一次睡拳啊，把你们揍烂。啊没有没有，对不起对不起，我没有得罪谁的意思，我只是被游戏击倒了。吼吼吼！这甩尾比什么甩尾都好看。哎，怎么追我追到早上了？好真实哦！你知道下一个继承那个通气系统是什么游戏吗？《辟邪狂杀二》哦。哎，过这么久才找回初心，过了二十年，他们不，过了十七年，他们在《辟邪狂杀》才找回初心。哎，啊，怎么先埋伏我啊？那边有完没完？警察给我回去睡哦！现在这游戏带给我最多痛苦的就是。就是这个自先生，不疯魔不成活，我一定解完。跌倒还是会再站起来，让现场示范一次。Diablo， 不不 ，You do the driving and the shooting and AOV。说真的啦，现在克劳德要不是克劳德不能讲话，我是克劳德我就跟他们讲，我根本不缺你们这些，我根本不缺你们给的钱。然后还有我自己开车，要我自己开枪，他妈你们这些垃圾人请不起，那个付的钱根本请不起我克劳德大神。要不是克劳德无法讨价还价，他现在过得会更好。哦、oh, shit！ 我拿个卫生纸擤个鼻涕，我车就翻。What the fuck！ 啊，防疫期间 stay home， stay home。好了，我回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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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射我了！拜托，我刚才要帮你们，你们现在又射我，是什么意思？哎、欸，我们那是同个帮派。Go go go now！ Go fuck yourself！
原来车子只要小小心心的开就好，不要撞车就可以过关拿、那个可能只有1000美的垃圾奖励吧。连件防弹衣都买不起。谢谢 GTA 3唯二能够让我崩溃的任务。哈哈，那当然当然当然啊，10000块还不错啦。但是妈，你们去死！嘿嘿嘿，我的反社会人格又出来了。谢谢你们教我怎么开枪，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胜利之后看到的都就是那个刚出太阳那个夕阳吗？啊，不是夕阳，那个是晚上太阳下山，日出啦。可我们克劳德已经忘记那个时间概念，命就是我自己忘。好，我睡电梯了。各位晚安。唉，痛苦的任务都在电话亭里。再记一次好，我可不想下一集醒来是那么的黑暗。哇，很早上，好吧，快要黑暗啊，算了，管他啊。那么这集先停到这边吧，应该下一集不会再有这种那个反社会人格出现哦。好，拜拜拜拜，好了，拜拜，那只是效果而已了，嘿嘿。